没有，没有三星的，等一下那个把多余部分都剪掉，这花太长。 现在向左走。 上面三个一样的部分啊，三啊，不用这么仔细，上次让他拍那个，站在一个地方没动过。 开始，开始，来。 装了一个嘛，装了一个就那个，然后就把它关了，再重新装。
没事了，你抓进去吧。你找啥？昨天没去吗？今天没去，是昨天去开吗？昨天没回来。他说昨天不是开到回来了吗？他在家里吗？那哥哥姐姐那个也去看毛病去了。啊。去医院了，今天。你怎么知道他去医院了？我听他们在说，但是他没来，还没进。这些东西不是都是那个先装好再装的吗？你这样先那个。万一这样装被他一推，他妈推倒了，完蛋了。一个一个东西拍啊，你这摄像的拍什么照？啊，插上去啊，这个这一解决。怎么回事？感觉你这照这么可以，嗯，是的，泛白的。我也觉得是。感觉你这黑玻璃跟变成白玻璃一样。看到没有？不是，要么换一个手机。啊，
不一样啊。是啊，变亮，我也感觉不一样。是吧？这不会设置的？不知道怎么设置，怎么设置？好，算了。啊，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这个白的话都看不清楚了。我在有，啊，哪里啊？哎，不要这个电钻，还电钻。很多时候这里面呢。很多时候在这里嘛，这里这里。靠，这是狗架。好深啊！所以这个东西太不清晰了，放。白色的看上去，看看那可不可以挂上去？这设置的可不可以？挂上去，挂上去，把挂上去。速度啊！是不是不清楚？安装的，是吧？很有可能这个事情，但他螺丝找不到，还有现场直播？嗯，不现场直播不行。我说你一直在拍，一直拍，连续，这个好了。就他们，是这样。我操！我不知道菲菲，他在睡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设点哪里？等一下，你要把它拷进去再删掉，不是内存都不够啊，怎么太大了？它里面什么什么东西？啊！这刚好一个挡了。不要电片了。你要再给它传视频，你还偷工减料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
好的挡囊。电了吗？没事。你这账号都不算了。哎。Thank you.
的，看到。小米一啊，下来了，他抢了，他不是那狗一啊，这是好科技吗？他们拍照的，嗯，销售不咋地，但款式还好，你看这款式是吧？他俩想说的是我妈买的，多少钱？啊，多少钱？1900，十个，小米三，基本的新款吧，上个月的，哎，上个月发布的，这个是，我觉得好点，是啊，就是，进门。相机没有对焦功能啊，可以送你。这个款，可以送你。来，一下。哈哈。你拍照也用这口袋东西，底下打开一点。看看。等一下，加点脑袋。别放这里面，到时候早上电池很好找。也许是我们不会用，我也估计是。哎，小赵同志，你看视频还到处在走螺丝，肯定是哪个里面就哪个里面了都。你看，听见的过来又要说你们。哎呀，别剪掉呗，还找不到螺丝钉。肯定是哪些人用哪些了，哪个人用哪个了。你这还这个，你这个，
什么都没有，你在这里。好香啊。对，这卖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呢？怎么跟那个兰州拉面那里的味道差不多？啊，对对对，兰州拉面。拍都是些手挡着了。好牛啊，这个拆都拆了吗？不找了。那老师不好牛。哎，等一下啊，那块等一下吧，先把怪牛捋好了再说，等它掉下来。到后面来了。后面那个。那个螺丝。好好好，这边。
这个线都是那个你这个线嘛也是想给它挡弯的跟那个头啊，接得起，接得起来的。啊，听他说跟这个头接上。Thank you.
后面还在打，还在打螺丝。